对，他们也不愿意实行石化，对，他就这么重要的东西。你不就想要告诉律师，我有个证据在他手里，怎么处理？对啊，那怎么帮你？他妈的，他蒙律师，他那么自己挖坑自己跳，律师不叫证据自跳，他怎么帮你？他一直问，哦，这么重要一个，你都说要离开，这么关心，这么自己的人。